着老公还没来，把鸡腿藏起来，一会儿留着自己吃。嗯，老婆这是又要吃主食了，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她。用鹌鹑蛋迷惑一下老公。赶紧换，要不然鸡蛋和烤肠都是老婆的了。要你尝，这鸡蛋和烤肠怎么在那个盆里？那你吃面给蛋蒙点了吧，算了，这咋吃嘛？来去去去，咋忘了？去去去去，这下可不会错了。